舟沙迢迢，红尘已未了。有多少往事心头缠绕，月月走红细脚，又何惧跌倒，只盼着斗几笔天高。少年泪从不追，也可对，总是百般滋味，都随血脉纷飞。要在梦里燃起火，照亮天黑，许他年岁。少年泪到天涯都无悔，宁愿孤注一掷，不愿徒然伤悲。让雨打湿翅膀，再振翅高飞。少年泪如蝶坠，也敢追，从不稀罕暧昧，只有后患是非。要雨过荒山大漠，才能抹灰分心一少杯。少年泪清风碎，似流岁，总是匆匆又去，不待绿霄红飞。让雨打湿翅膀，再振翅高飞。加玛帝国各大炼药师分会推荐的选手，唯有通过了测试赛，方有资格参加炼药师大会。而变异落毒再一次影响萧炎神智，若不想被古河发现青莲地心火，只有依靠意志力暂时将毒素压制。萧炎赶在测试最后关头勉强完成黑铁营业的提炼，而在极短时间内提炼的药液是否能够合格，萧炎又能否顺利通过测试赛呢？哎啊！哎呀，臭小子，快急死我了！抱歉，我赶晚了。这哥们运气可真好啊，假着点出来。是呀。虽说这黑铁灵液难提炼，但也不至于花那么长时间啊。哼，不过没想到最后居然赶上了，真是好运。月儿殿下，这匆忙赶出来的药液我看效果不会好。是啊。那倒未必，严萧兄既然花了如此长的时间，这成绩说不定还在你我之上呢。走吧。既然大家都准时出来了，那就开始下一步检测提炼药材的纯度。这是我们炼药师工会邀请著名铸师打造而成的纯度测量仪，它能够准确地测验出你们提炼药材的纯度。哇，这厉害了，头一次见啊，真是。哼，一群土豹子，迟早有一天，我也会有斗气化翼。将提炼的药液放入后，测量仪会自动显示纯度，以十分为质，十分最高，一分最低，四分则及格。提炼次数与纯度息息相关。记得放入前说一说你们提炼了几次。好了，开始吧。哎，严小兄，别着急啊，你这先上了，我们不就没戏了吗？你千万高抬贵手，留在最后压轴啊。他压轴？压轴是吧？刘公子怕不是在说笑吧？就是就是，既然刘公子这样说，我们就等着看好戏吧。那我先来。
砝码会长，我的能力仅仅只能够对黑铁灵液提炼三次。能够将黑铁灵液进行三次有效的提炼，那已经算是很不错了。我想应该有五分左右的成绩吧。分过关，五分，测验过关。月儿公主，严枭雄，那我就先行一步了。砝码会长，晚辈实力有限，仅仅只能提炼六次。大哥居然比我多提炼一次，不过我的纯度一定比他高。不错，寻常的三品炼药师也只能提炼五次。他说六次啊，不愧是柳林公子啊。当然了，那可是柳林公子啊。先让人家是丹王府河的头目，这是七分，恭喜你过关了。不愧是柳林兄啊。柳林公子，恭喜你啊。恐怕这届大赛没有人能与你比肩了。是啊，就是献丑了。不过依我看，月儿公主和严萧兄弟定是能超过在下，我这算不得什么。柳林公子过谦了，严萧这区区二品炼药师如何能与你和月儿殿下相提并论。下一个破机器，烂机器，还大师打造，肯定是坏了。严萧，该你了。柳林兄，那接下来可就是你说的压轴好戏了。严萧兄身怀异火，而且又提炼了如此长的时间，我想他一定能给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。诸位可要看仔细了。切，就凭他啊。一定要过，一定要过，一定要过呀。会长大人，我提炼了八次。八次？八次？不可能吧？不可能吧？八次？这怎么这么瞎说？这太好笑了，还提炼八次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柳大哥，人家可比你还多提炼两次呢。愚蠢的家伙，还真当可以随便乱报？这小子戴个面具装神弄鬼，实力也就一般般。不愧是堂堂二品炼药师，还真敢说，何必说大话？这小子能行？九分？我没看错吧？真的是九分？啊、九分了吧？这是九分？不可能啊！这不可能啊！错了，不知道，这又是九分。严萧小友隐藏的可够深的，以这般能力，你胸口上的二品徽章可是有些不匹配你的身份了。运气好罢了。运气好。严萧公子，严萧公子，这家伙故意隐藏实力，让人看不起，有受虐病啊！柳大哥，这严萧，
恭喜现场留下的诸位，大家全都顺利通过了测试赛，而最终成绩，烟硝已提炼八次，纯度九分，排名第一。明日便是炼药师大会，你们应该清楚，大会除了本国的参赛者之外，其他国家的一些优秀炼药师也会参加，他们的实力同样不可小觑，你们可要尽最大的力量压过他们，为了加玛帝国的荣誉全力以赴。为了加玛帝国，为了加玛帝国，请诸位回去好好休息吧，期待明日的优异表现。好好准备，回去做，哎呀，哎，你这小子害得我一个老头子心惊胆战的，一不到二十岁的年纪便能将黑铁灵液提炼八次啊。就算是当年的古河恐怕也不可能办到啊。不过你这次表现得如此引人注目，工会的这些老家伙一定会来打探你的身份。关于我身份的事，还请奥托大师务必帮我隐瞒，因为一些缘故，若我暴露身份的话，恐怕就不能参加这次的大会了。啊，不能参加？那可不行啊！我们黑岩城工会可都指望着你呢。烟硝，古河大师有事。烟硝小友，今天的测试让人惊艳不已。可惜我有要事，需即刻返回云岚宗处理，只能提前预祝你明日的比赛再创佳绩。若对炼药之事有所疑惑，尽可前来云岚宗。哎，何必舍近求远？我等炼药师工会的大师，想必也能为其解惑。能教出如此优秀的弟子，想必你的老师也是非常的了不起。工会愿聘请他为荣誉长老，为你们师徒二人在炼药之路上提供方便。没想到你还挺厉害的，若有空欢迎来皇室做客，太爷爷呀最喜欢结交年轻有为的炼药师了。皇室中的斗皇强者也是加玛帝国的十大强者之一，加刑天加老啊，一定。抱歉，我还有事。法满会长，古河大师，晚辈先行告退。小子，年轻人啊，不懂事，我这就去教训他。你等等我。如此天赋者，有些脾气实属正常。你等着。测试赛表现得不错。米特尔家族的消息果然灵通，今晚是最后一次为纳兰杰去毒，走吧。你现在看上去需要休息一下。没事，还死不了。
海老，终于憋不住了。是之前的神秘斗皇。是我自己的一点小麻烦，前面就是纳兰府了，待我把这件事解决掉之后再碰头吧。严霄阁下，您来了，快请进吧。严霄先生，既然来了，便请一起参加宴会吧。小姐。不用了，纳兰小姐，我这人喜清静，不太喜欢这般场合。严霄先生，听说这次的炼药师工会内部测试，你的成绩很不错，恭喜了。侥幸。严霄赶着为老爷子驱毒，纳兰小姐还是赶快去招呼宾客，不用在严某身上花时间。您是贵客，我当然要招呼，而且今晚是爷爷举办的宴会，他还在宴会厅招呼客人，驱毒也要等他忙完了才行啊。看来似乎来的不是时候。纳兰小姐，请转告老爷子，严某等他有空后再来。嫣然，宁院的好多人都等着你呢，你倒好，在这里悠闲地陪人聊天啊。严霄先生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怎么，严霄先生和雅菲姐很熟？我与他认识了好几年，还是我推荐他前来为纳兰老爷子驱毒，关系嘛，挺不错的。你说是吧，严霄先生？你怎么来这里了？你这人太没礼貌了。勇夺九分排名第一，萧炎测试技压群雄，纳兰家宴会之中会发生什么？精彩内容，斗破苍穹官方微信公众号抢先看。两桥白流窗前，星月一念跳破心间，情意万阙系在朝暮之间，心事惹了落月，炎炎一笑一惹情牵，从此痴心去见，烽火在我如烟，雨夜西窗共剪，生卷人世间万千，冷暖悲欢也缱绻。缘与缺，虽然变幻无限，漫漫思念从未间，遥遥相望不变。